山神俊祥，研究团队跟 MIT 的团队来看你了。我们来合欢山之后，我们又到雪山去做研究，总共找到7只山椒蚁。那未来的话，我们还会把你未完成的部分把它完成。希望你能够保佑团队未来的研究顺利平安。 那也希望你在山上一切好好的。Semidala kintu siya madadengat, lamit ubabatat, isan maluduncin kuda kuda。又上山了，这回却是声声切切、情深一往的，召唤着先前一起相伴入山，却将生命永远留在高山上的友人。那是他最后一趟执行科普调查的任务。 之后，追随着他研究脚步的野外科学家前仆后继，为台湾的自然生态继续奔闯。板块隐没、隆起、挤压，剧烈震荡的分分合合中。 有着年轻身躯的台湾海韵而生，千百万年来，地质老人将这座诞生自汪洋大海的年轻岛屿，形塑起高山峥嵘，勾勒出溪流曲线。18000年前的最近一次冰期，难以追溯的大批远古生物避难移栖到较温暖的台湾，直到冰河退却，海水上升，回不去的古老族群爬上台湾3000公尺的高山。 从此，一座100万年的出生之岛，却居住了来自太古洪荒的古老生命。岛屿壮丽又带着神秘的身世背景，魅惑着岛上无数科学家、博物学家，为它竞相折腰。我们追逐先行者的时代步伐，在封藏着冰河古流路的芳香里，展读万年天书，打开冰雪密码，寻找年轻台湾身体里住着的古老灵魂。 北回归线经过位居亚热带的台湾哦，还可以看到皑皑白雪覆满整个山头溪谷哦，这样的景致是很难得的。台湾拥有这样多样的生态环境哦，还有丰富的生态，都归功于台湾有很多的高山啊，超过3000公尺的山头，超过260座，所以包含了热带、温带，甚至到寒带的生态环境都有。北回归线经过的地区，大部分都是非常干燥的草原地区。 甚至是沙漠，那很难得在我们台湾可以看到这样蓊郁的森林，郁郁葱葱哦，所以造就了台湾保有许多从冰河时期就结遗下来的生物，不管是植物、动物。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边有台湾冷杉、玉山圆柏，到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高山花卉，难得一见的山椒鱼。 这些都是生长在温带甚至在寒带地区的生物哦，今天可以保留在台湾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山椒鱼它的外形非常的可爱哦，大大的眼睛，嘴巴很大，看起来始终在微笑，所以有人形容它是微笑山椒鱼哦。那楚南氏山椒鱼它分布的范围海拔是非常高的，大概就是3000公尺甚至3000多公尺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啊。那虽然 这边都积得厚厚的雪，温度非常的低。可是这样的温度就是适合山椒鱼生存，因为山椒鱼是在冰河时期从北方温带地区来到台湾的，所以台湾的山椒鱼也是全世界分布的最南限。再往南就没再看到山椒鱼这样的生物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生物，要很庆幸。 台湾有这么多的高山，提供它生存的环境，然后也把它的基因给保留下来。山椒鱼不是鱼，属于两栖类动物。它们远古的祖先避难台湾，最后结遗生存在类似寒带的高山上。要研究山椒鱼，就必须登高往较高海拔的山区寻找。合欢山冬季降雪丰盈，对一些调查雪地动植物生态的研究人员来说，台14甲高山公路的开通，让他们省了3、4天以上的长途跋涉。 而一些原本生活在中低海拔的生物，也会在冬天移栖上合欢山。它们特立独行的生态行为，和山椒鱼一样神秘而耐人寻味。日人巨台时期生息在寒温带的山椒鱼，第一次于亚热带地区被发现，但因为族群数量稀少，之后即使在其他地区陆续发现。 但对于它们的生活史和生态习性都没有足够的资料。20多年前，最新台湾山林的麦哥，在一次登山路程中，和一尾脸上带着微笑的小精灵相遇了。但无意间闯入麦哥最爱名单的山椒鱼，却直到拍摄记录赖俊祥老师的野外研究，才开始真正的了解它们。 台湾目前发现有5种山椒鱼，每种山椒鱼都是台湾特有种，也都列为保育类。这种神奇的小精灵，在全世界的分布来讲，台湾是它分布的最南限，所以山椒鱼是台湾值得去研究的一种重要生物啊。山椒鱼必须生存在比较寒冷、比较潮湿的地方，海拔至少都要1000公尺以上。像分布最低的观雾山椒鱼，大概有1300公尺左右，这是目前发现比较低的地方。 那像阿里山山椒鱼，在阿里山区2000多公尺，一直分布到玉山山区，到云峰云地3500多公尺都还看得到。那在海拔3000公尺、3100公尺也都可以看到楚南氏山椒鱼。到了南湖圈谷3300公尺、3400公尺也可以看到南湖山椒鱼哦。所以山椒鱼生存的环境都是海拔比较高、气候比较寒冷、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就像现在我这个位置是在翠峰，海拔已经超过2000公尺了。 那这个地方的森林可以说是迷雾森林啊。那山椒鱼就像这个森林一样，还有很多的迷雾还没有解开，所以山椒鱼的研究团队常年在台湾的崇山峻岭进行研究，中央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都可以看到研究人员的足迹。这一次来到翠峰寻找山椒鱼，因为翠峰是山椒鱼发现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有它的历史意义。 寻寻觅觅，翻翻找找，老师，你们真的是日复一日在做研究调查的工作。研究的工作就是持续性的监测，持续性的调查。那累积了很多资料之后，才能说一些比较具体的故事。要建立很庞大的基础资料，对，才能做一些科学的验证。没错，没错。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的话，就是翠峰。 那过去的名字，它叫做追分。1919年的时候，日本学者楚南仁博他在这边发现了台湾的第一只山椒鱼。那他在1919年5月，在能高住宅所，也就是天池住宅所的地方，也发现了一只山椒鱼。这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看一下翠峰目前山椒鱼分布的状况。那时候他发现的是哪一种山椒鱼？事实上，楚南仁博先生他那时候找到了山椒鱼，那时候并没有给他做一个很。 就是精确的一个分类，是后来的学者，日本的学者才进一步的进行分类。那如果按照它的海拔分布的话，翠峰这边的话，理论上应该是台湾山椒鱼。那在能高住宅所的话，应该是楚南氏山椒鱼。但是因为没有之前的那些遗传的就是样本留下来，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验证。那在翠峰这个地方，从赖俊祥老师他们的资料也显示说，这个地方也有台湾山椒鱼的分布，但是因为俊祥老师那时候没有把这边的样本留下来，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这边的样本，然后再去验证过去历史的这些学者他所收集的样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山椒鱼。所以日本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2种了。 5种里面已经前2种就被日本人先发现了，对，没错，嘿，对。那后续才陆续再发现3种，嗯，对，嘿。其实台湾的5种特有种山椒鱼的发现都不简单，对。那当然就是日本的学者就是殿下就是那个山椒鱼台湾山椒鱼研究的第一步，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后续的话就是台湾的这些学者在努力再把后面的东西补起来，这样。所以老师研究团队今天来这边寻找山椒鱼是有特别意义的，也要再获得一些验证。没错，嘿，所以老师又要继续再寻寻觅觅了。对，一直做重复的工作。对，但是虽然是重复的工作，但是每次做，然后每次到栖地去，一定会有不同的领会。研究学者到栖地去做研究调查，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必须身临其境，感受这边的气候，看这边的地景，之后在写文章的时候或者在做推论的时候，才有办法很客观去下一些结论。从事动植物野外调查的学者专家，应该都是热爱自然生态的吧？否则长时间的离家在外，甚至得随着研究对象上下来回，跋涉在山势险峻或者地形复杂的栖地样区。如果少了一股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对动植物的爱屋及乌，只怕热度很难持久。尤其野外调查几乎都需要长期监测，投入岁月换取真实的数据。所以听到年轻人愿意上山，就和找到研究对象一样的窃喜吧。我们之前都是跟朱老师去看水路研究水路的时候，会有兽医师随行。那这次山椒鱼也需要兽医师哦。因为在采样过程，他们会想要测量一些形质，如果山椒鱼挣扎的太过用力啊，那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整个流程。所以如果过程中可以麻醉让它比较安静下来，那这个操作会更顺利。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心跳，我们可以用杜普勒来听，就贴在大概胸口这里，可以听它的心跳声音。对，可以听到山椒鱼的心跳声音了。对，这么小的心脏可以听得到。可以。就是我们用仪器可以听得到。如果说我没有带什么那种听诊器，不用，它就是在旁边就可以听到了。对，在旁边就可以听得到。哇，那应该蛮特别的。现在动物越来越有福利了啊，包含山椒鱼越来越有福利了。现在它有兽医师在旁边照顾，如果实际找到山椒鱼，就可以看兽医师是怎么操作。可以。好，那就麻烦你了这一趟，辛苦。好，这次除了新加入的兽医师之外，老班底了就是《神雕侠侣》啊，老战友了。你好，你们好。帅哥好。啊，是啊，好久不见。对，哇。这个林道打赤脚应该是没问题的，蛮舒服的，真的是很厉害。这一年来应该也跑了不少地方，对，大概北一段啊、奇来东里、大坝或雪山、志德新那附近就都有跑这样。嗯，真的，所以等于是中央山脉、雪山山脉也都去寻找这样子哦。那有没有发现很多山椒鱼？我觉得成果还不错，就是对于我们知道它的一些分布地点有一些新的认识，所以接下来一年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那未来可能还会再去哪些地方呢？可能还会再去就是北二段一带，然后还有大陆林道跟安东郡以南。所以可能很多山友会在山上碰到神雕侠侣。对，哦，这是他们一个长期的工作了，很辛苦的工作。不过年轻人真的是没问题的。这个体力很好，没什么问题。他们的体力真的是很好，而且这打赤脚走遍大江南北，啊，辛苦了，辛苦了。不会。喜爱 MIT 台湾志野外科普调查主题的观众，对于这双最贴近土地的赤脚一定不陌生。我们记录过它翻越奇来磐石，涉渡南湖中央间隙。太鲁阁莲花池钻探湖心的万年花粉，麦哥甚至近身发现将“垃圾带下山”这个口号，圣文简直彻底贯彻。被山友隐藏塞进建筑丛中的小包装纸，他都能找出来。显然，今天翠峰的山椒鱼并不太想被翻出来见客，我们只好学着山椒鱼往高处爬，希望上了3000公尺，它可以出来透透气，微笑一下。早年合欢山区设有多处军事设施，至今还遗留或废弃在合欢山上。这些不再利用但依然坚固的碉堡，意外成为黄胸管鼻蝠渡冬的暂时居所。民国87年，巡视辖区的林务人员第一次发现碉堡中栖息的蝙蝠，当时将它们误认为台湾管鼻蝠。之后重新分类，民国98年正式命名新物种，同时也是台湾特有种。黄胸管鼻蝠是台湾产管鼻蝠属蝙蝠中最大型的，得名来自胸腹毛黄色或乳白，鼻部前端高而突出，呈短管状。大约11月时回到东七地，隔年3、4月离开。依据调查，合欢山有数量不超过10只的冬眠族群，其余只有零星个体被捕获，属于不常见的稀有物种。 Dihanin tama, matumashing maso. Palhumisun su isya madalachin. Seven sumana tuludon. Isan man siya unto isuto dalachin mihumish. Amin ibif. Isan chinggamin unto siya muskun mas unto sulaw sa tatuantoy. Hayamay tao tatuantoy. Isya ludon ching kuda-kuda. Isya ludon ching sado isumana tuludon. Mahto alus kuna bangso, sasapu ka bangso. Mahto unto siya sidangkan mapapiato siya unto natsiuni isya ludon ng kuda-kuda to siya unto bunun. Isansin unto matumasyong maso, mahto palsyalo ng so, mahto unto siya inama lahibanin, mahto alus kunan sumaso, so kanahto siya madalachin. Uninang.三省俊相，团队要来看你。上个月我们去了知乐溪，也找到了7支山鞘鱼，跟你报告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往南武大山，也会往能干东军以南，还有就是。 到鹿林道这边去做一些研究，把你未完成的部分把它完成。过一阵子我会去看生母跟小小炮，请你放心。这一次来，我们跟麦岛最主要的话，还是针对800林道跟5脸的然后山椒鱼们进行调查。刚刚去了翠峰，希望你能保佑我们这次的调查能够顺利平安。 记录台湾已走过16个年头，蓦然回首，16年竟如一阵山风，微微拂面，倏忽即逝。MIT 台湾志留下了台湾土地珍贵的影像，却也在暑往寒来的时序地善间，失去了好几位亦师亦友的山林同行者。赖俊祥老师在即将跨出山椒鱼研究的一大步时，失足陨落，奇来东棱。 但后继者却在冥冥之中被一股力量牵引着，继续走向赖老师还来不及走过的山头。早安，今天天气真的是很好哦，视野无限啊。 太阳今天是从东方升起哦，从利物溪谷这样照射过来，那整个山头都亮起来了。那这个天空真的是非常的蓝啊，真的是蓝天、青山、绿树。一早起来就可以看到这边无敌的视野啊！当然，映入眼帘的就是前方的奇来北峰啊，这是最明显的一座山。那背后可以看到一个平平的碧露山，那在更后面就是中央山脉的北段。 南湖大山，还有造型最明显的中央尖山哦。那这次来到合欢山，除了做山脚鱼的研究，也闻到了秋天的气息啊，因为可以看到这边的虎杖开始变颜色了，非常的漂亮。那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那我们待会就要下到大甲溪的源头合欢谷地，开始做山脚鱼的调查。从台湾的山脚鱼第一次被发现，距今已有100年的光景。 博物学家楚南仁博采集山椒鱼的翠峰及能高天池一带，已被近代台湾的生态学者印证了山椒鱼确实生存其间，但合欢山区却一直等到近10年才被证实也有山椒鱼的栖地。缤纷的合欢谷地还延续着夏天的高山花宴，一场入冬前的山椒鱼秋日见检即将展开。 这里是美丽的合欢谷地哦，这个谷地就介于合欢主峰、合欢东峰以及合欢尖山之间的一个溪谷。那在这里有柔美的箭竹草原，有平缓的溪谷，还有清澈的溪水。这个季节来可以看到许多高山花卉在绽放哦。那在这个季节看到最多的就是白花相亲啊，整片长满整个草坡哦。 那另外还有一种也是开着白色的花，就是梅花草，这时候也是盛开，数量也非常的多。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比较鲜艳的花朵，开着鲜黄色的花哦，就是猫耳叶菊，它的数量也很多，那就铺展在整个草原上面哦，非常有塞外的风情啊。那这美丽的谷地也是大甲溪的源头，合欢溪的源头啊。那来到这溪谷就可以看到整个溪流发源的状况。 在这边溪流是非常的清浅，流量也非常的小，慢慢汇流森林释放的水出去，变成大甲溪的上游，也是山椒鱼研究团队研究的地方。那老师他们研究团队除了固定的研究人员，这次也包含兽医师，带了许多更先进的设备、更先进的医疗器材，相信对山椒鱼的研究非常有帮助。那也希望他们这一次能够有丰硕的成果。 要过溪谷啊，要过大甲溪啊，大甲溪的源头。哦，你这会滑呢？会滑。要长那个青苔。好，开始找山椒鱼了。哦哦。师兄，这个留给你哦。好，大姐，留给我。嗯。就那2只还在吗？嗯。 哦，那龙溪哎，那这个还没有，这个放有，还没。哎，这一只，哎，有，哎，有发现了，中奖了，对，老师看到的，哦，发现了，还没，我还没，老师发现了，哇，太厉害了，这个大一只吗？长67，6T。 宽46，12，12，好 ，OK。来到这个地方，不要到处乱踩踏，尤其一些石头下面，因为可能每一个石头下面都会有一只山椒鱼，踩踏太厉害的话，可能就会伤害到山椒鱼。那老师他们就带着仪器。 还有各种设备哦，过去那边来做薪资测量，还有做很多的监测，做好以后再把它放回它原来的栖地哦。那这样可以看到，老师他们就是分工合作测量山椒鱼。位于能高北峰西侧的日景能高住宅所修筑于1918年，能高越岭道完工时，这栋块木建造的日式房屋，在当时有“能高块木御殿”美称。 台湾的山椒鱼发现史就发生在住宅所附近，100年来历经战争、火焚、重建，光复后改名为天池山庄，守护来往的山岳旅人。真的蛮神奇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山椒鱼的心跳声哦。嗯，对，嗯，感觉有点像风声这样，咻咻咻这样子。那这套仪器是什么？本来是用来听脉搏、可以量血压的仪器。嗯，对对对，那叫杜普勒。它心跳大概速率是什么样子？大概麻醉下来，大概每分钟60下左右。麻醉后，嗯，每分钟60下。对。那在麻醉前呢？大概有80下左右。嗯。哦，所以山椒鱼的心跳，嗯，80下，嗯，人的话是大约平均72下。那像我们用这个杜普勒来测山椒鱼的心跳，主要是要控制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主要是确认麻醉的深度啊，然后它生命迹象这些。嗯，然后如果有需要可以做调整，然后或是说是不是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些紧急的处理这样。如果它变深啊，或者麻醉状况不好，可能就是需要给一些急救药物之类的，或者说我们还可以看一些其他的迹象啊，看它有没有渐渐一些反射回来，是不是开始变浅了要回来了这样子。过去的话，山椒鱼的那种整个麻醉过程，很少有兽医师参与啦，几乎是没有。所以是不是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流程？然后，是不是可以获得一些就是正确的一些生理数据？这个是我们这次过来这边研究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这样子。所以今天研究人员把伞撑起来的话，挡阳光不是撑人，是要。挡山椒鱼的阳光，对对对对，因为山椒鱼很需要就在一个很湿润、就潮湿的环境，对，所以兽医师他都很细心，在每个环节上他就会帮山椒鱼补充一些水分这样，对，所以就是要对山椒鱼照顾的无微不至啊。那刚刚就是有看兽医师开始麻醉山椒鱼嘛，他就进入一个昏迷状态，然后就开始做很多后面的测量啊。对，那心智测量其实它的目的，就是来作为就是山椒鱼它的一个比如说它的生活史、它的成长过程多久会多重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心智测量也是一个山椒鱼一个分类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冠陆山椒鱼它的体型就会比较小，然后南湖山椒鱼体型就比较大，所以它也是做一个遗传分类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哈。这次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这次竟然可以听到这么小型山椒鱼的心跳声音了哈，所以用了很特别的仪器，也真的听到那个山椒鱼的心跳声了。对，那未来的话也有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更精确的知道山椒鱼的一个生活史的话，我想人工圈养，然后去做长期的监测，这个是也可能没有办法避免。怎么样子的人工圈养的环境之下是比较符合它的原栖地？所以我们要收集这原栖地的一些微气候的一个资料，然后这些山椒鱼在原栖地它的一些生理值的这些资料，我们都必须收集。那收集了之后，未来的话才有办法去做利用。新加入了收集山椒鱼栖地微气候的温度照度记录器，让我们看到多次一起进出山林调查的研究团队，努力在为全台湾山椒鱼的族群做最精准的遗传分类和科学调查。这个团队拥有台湾原生种遗传分析和复育权威的朱有田教授，以及一群热爱山林、捍卫自然保育的年轻人。不论是壮志未酬、已经远洋的赖俊祥老师，或者在台湾正面临族群危急存亡的山椒鱼若有之，应该也会悠悠地展开一条微笑曲线吧。看着山椒鱼研究团队还有小朱老师的背影渐渐的消失在溪流转弯的另外一处其实看得还蛮感动的。因为一项科学的研究、生态的观察，要有人来做这样的工作，真的是要有心人啊，而且要有一股热忱啊。因为在这么高的海拔、这么低的水温他们的脚踏在冷冽的溪水里面这样一路的寻找山椒鱼，这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是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来到这边寻找观察山椒鱼那看着他们研究团队在这山区来来去去的，感觉非常的佩服那也希望他们都能够调查就是一路平安，然后都遇到好天气因为在山上常常会遇到很恶劣的天气，还有危险的地形所以非常的希望说这样的工作能够平安，那一路都能够顺利，让台湾的山椒鱼的生态能够建立更完美、更详实的基础资料，让我们台湾的生态科学研究更进一步。台湾高山上有来自冰河的山椒鱼，让岛屿生态更丰富多样。然而山高路遥，野外基础资料收集艰困，研究 DNA 遗传的小朱老师才会提出圈养的想法。 同时，也可以借由栖地的复原再造，一窥其神秘面纱。而我们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雪季，踏雪追寻冰河之源。2012年，雪霸国家公园于海拔2000公尺的观雾游憩区，成立了台湾第一座以山椒鱼为主题的山椒鱼生态中心。 内部展示和山椒鱼相关的资讯，以及国家公园进行栖地复育工作现况的完整呈现，提供民众了解山椒鱼生态，并实地感受全球气候变迁对人类的影响。飘雪了，下起3月雪哦。这是台湾原生种樱花雾社樱。来到武陵这个地区哦，沿着有胜溪、七家湾溪的沿岸哦，你会看到一颗一颗开白色的花，有可能就是雾社樱花。尤其是在樱花季的时候，那雾社樱花它可以开满整树啊，就像雪洒在清脆的山脉上面哦。 开着洁白的小花，看起来特别的清新脱俗啊。那另外一种就是飞寒樱，开的是深红色的。那两种是相互辉映啊。那当然，现在引进各国的樱花树种哦，那整个樱花季的话，真的是姹紫千红啊，非常的热闹。那樱花季也是会让台湾民众疯狂的一个季节，就像去赏雪一样，形成一种风潮啊。 武陵地区，它是非常美丽、非常有故事的一个地方。那从这里也可以去攀登冰河遗迹最多的雪山——台湾第2高峰。它长时间积雪，非常的美丽。那冰河的遗迹特别的多，上去有雪山的冰斗，有黑森林，有雪山翠池的玉山圆柏，都是难得一见的景致啊，世界级的景观。 所以武陵这个地方真的是陶渊明笔下的武陵胜境。春花3月，正当赏花客疯狂追花胜境武陵，我们也盘算推敲着天气预报。时机一到，出发。这回果真等到了3月雪，这可是 MIT 台湾至10几年来从未算准过的下雪日子，尤其是在雪季的雪山。 3月初的惊蛰过后几天，雪山下了一场大雪。已经在369山庄等了2天的我们，终于将一列长长的重装列车开上雪白透亮的之字坡。此去前途将是一片大好。是呀，这个浪荡啊，真的太漂亮了！整个369后方都是一片雪坡啊，这样子自己上去，透着蓝天，漂亮。 哎，一石开地喽！哟，好了，哎呦，一石开地，加油！啊，来了呗，来了呗，对，下大雪啊！哦，漂亮哈！嗯，哦，难得有这样的风景啊！哎。 天气又那么好，哎，好了，哇，可以吗？啊，有吗？嗯，真的有的时候拍摄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哦，真的靠老天啊！不过这次老天真的是。对我们非常的眷顾啊，下这一场大雪哦，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波冷风了吧。 那可以看到这样银白的雪的世界，下过一场雪后，太阳出来，啊，蓝天乍现，看到这样的景致，哇，真的是不虚此行啊！又来到最具北国风情的雪山黑森林了。雪山这片黑森林可以说是台湾最漂亮的一片冷杉纯林啊。那台湾冷杉它的特性就是树干又粗又高又直啊，如笔书天啊，指向天际。 那在雪山这个地区哦，我们可以看到一整片的台湾冷杉森林啊。那尤其在隆冬季节哦，下着雪，然后铺满地上，就像铺着白色的棉絮，搭配着冷杉，特别有北国的风情哦。一般要看到冷杉这样的黑森林哦，在平地地区，大概要在北半球，在纬度蛮高的地区，大概北纬50度、60度这个地方。那越往南，它的海拔分布就要越高。那比如说到日本。 有到北纬40度、30度，那可能就要到海拔1000公尺或2000公尺的高山才可以看得到这样的黑森林。那继续再往南到台湾这边已经是北纬23度多了，就是北回归线会经过，竟然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台湾冷杉哦形成的黑森林，这是非常稀有难得的。那就是因为台湾有高山，有200多座的高山哦。 所以它在台湾的分布就是分布大约在3000公尺以上，所以这是世界级的景观了。每次走到这片森林哦，真的都觉得很感动。睡啊！哎，睡个啷当，太美丽了，都不想走了。对，在这边一直拍照。行进在冰雪不断抖落的黑森林里，每个人都像闯进了装饰着圣诞姜饼屋的格林童话世界。这座巨大的姜饼屋森林，没有黑森林女巫的沉睡魔咒，也不需要对抗邪灵魔兽的勇气。我们在不同的季节几度穿越过这片森林，却从来不曾在有着暖暖春阳流泻、皑皑白雪覆盖的冷杉林下走过。 走出洒满糖霜的森林，我们将再一次的感受冰与雪亘古风藏的奇缘。老师，冰斗他们一个定义啊，冰斗其实它定义是冰河的源头，而冰河源头呢，不见得是冰斗，有的冰河源头很可能是像南湖大山冰帽，或者是这个冰河源头它没有任何的地形产生哈，所以如果冰河源头呢能够产生了这种圆弧形的洼地，这样的洼地啊，我们才称为冰斗。雪山1号冰斗，它的规模全台湾最大。在冰河时代的时候，这边的雪哈累积得很快。不过有意思的是哈，它为什么可以形成这么大一个全台湾规模最大的？除了它位最北边之外，然后它的坡向是东北边之外，主要就是因为它夏天累积的冰雪比较多。很奇怪哈，为什么不是冬天累积？冬天更冷啊，那夏天为什么累积会冰雪？我们会设想一下，冰河时代的时候，这里是温降大概将8到10度，8到10度大概是。 雪线下降到1300、1400，换句话说，有点类似今天的青藏高原。所以，如果你到青藏高原夏天去的时候，会碰到大雷雪，所以很快速的累积量，所以是夏天累积这些冰雪，所以才能够快速的把它挖出这么大一个冰斗出来。 冰斗形成的原因是大量的降雪堆积到一个厚度时，雪变成冰，重力从山顶向山下移动，产生旋转挖石的力量。经年累月挖出一个圆弧形像漏斗的洼地，形成冰斗。冰河消退后，洼地下雨积水，形成冰斗湖。雪山翠池是台湾最高的冰斗湖，而雪山1号冰斗是雪山冰斗群中规模最大的。 躺在被包多日的雪地装备终于露脸，我们踏寻着万年前的冰河谷流路，翻越冰斗，前往美丽梦幻的雪山翠池。孑遗生物是指远古就已经存在，到现今还有残存族群的生物。冰河孑遗则是因为气候变迁、冰河期来临，生存在北方的耐寒物种必居到较温暖的地区。 当温度回升后，却滞留在南方，灭绝或退缩到较寒冷的高山，例如台湾的5种山椒鱼、樱花钩吻龟。哦，这一段路危险了，大家注意安全哦。好，小心哦，这段路很窄啊，冰雪岩哦，天空之路啊，一步一步踩上去啊。哦吼吼，哦吼吼，多么嘛么，多么哦，吼吼，必须得 MIT， 呀呀呀，嘟嘟嘟。 飞行器小白升空，俯瞰我们渺小的走在雄浑壮阔、伟岸俊朗的雪白脊梁上，登上冰斗之源，目送今天最后的霞光夕照。在冰河流淌的年代，台湾也是这样的壮美吧。 都是新的，走到现在，每一步都是新的。而且刚刚下碎石坡的时候，大家都踩得很辛苦。对啊，重装走在那个深将近膝盖的这个松雪上面，走得很辛苦。重装要进来碎石真的是不容易啊，尤其那一片上面那边有那个岩石啊，那个冰爪踩下去有时候不小心还会滑，还会滑。碎石快到了，冰封的碎石。是。我们可以期待明天一早可以看到一个完全冰封的一个翠石湖面，非常漂亮。辛苦是有代价的。这几天都没有人进来吗？没有人进来。对。好了，那辛苦都值得的。好了，那就继续前进。要进森林了吗？对。哎，我有看到一些指标啊。对，有看到一个雪季指标。对。好。哦哦哦！后面这段可以。 在冬季下雪的季节来到翠池哦，感觉就像走进童话世界一样，一片银白世界啊，整个是冰封的翠池。那翠池是台湾最高的湖泊，海拔有3500公尺。那它是一个冰斗湖哦，也是由冰河它所挖凿出来、形塑出来的一个冰斗湖。那它也是台湾大安溪的一个源头。等于说这边的雪慢慢融化之后。 从森林里面慢慢释放出来这些水啊，一滴一滴的，那由这小溪流慢慢就流到大安溪去。在翠池这个地方，它最大一个特色就是它在整个山区这边拥有台湾最大一片玉山圆柏的纯林啊。那玉山圆柏是非常古老的树种，等于是冰河时期来到台湾的。那冰河离开后，慢慢的往高海拔移动。那现在这些圆柏可以说是台湾分布最高的一种树木。 所以它等于是台湾第一线的守护者，所以守护我们台湾的高海拔这个环境。那玉山圆柏它的树形就很多样，有比较低矮的矮盘灌丛。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它就是乔木型的，都非常的高大。所以这边可以说是玉山圆柏的神殿，每一棵可以说都是神仙啊，2000、3000甚至超过4000年，枝条的旋转啊，看起来都不一样，就充满了力与美的那种力度啊，大家的辛苦。 都有代价，然后可以把这样最美，可以展现台湾生命力、台湾美景的特色的景观，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分享给所有台湾的人，能够看到我们台湾这样的美景，那有这样丰富的、很独特的生态景观。 冰河的古流露确实有种香味，闻到这个香味时，人人会陶醉兴奋。日本地理学家田中勋当年来到台湾的高山探查冰河遗迹，发出这样的赞叹：玉山圆柏又称香青、香柏，在圆柏古木林中盘桓久久不舍离去的麦哥，吐纳着留意过冰冷山峰的柏香，终于领悟出万年以来冰河谷流露的香味，和那些结遗下来的山椒鱼、玉山圆柏一样，古老的灵魂始终不曾离去。冰封的翠池示现着台湾的前世今生，在3000公尺的高山上，我们从冰雪中得以展读万年的天书。